液氮我们都知道温度是非常低的，在医学、工业等方面都有很多用处，而生活中也有许多人经常拿它们做实验，去冰冻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这不，又有老外闲不住了，好奇如果把鱼丢进零下196度的液氮中还能活吗？震撼刚刚开始，先是去采购了一条鱼，个头还真不小，看上去是一条大鲤鱼。带回家后取出来，先是丢进了一旁的鱼缸当中，一旁的箱子里准备的是液氮，一切就绪，直接就把这条鱼丢了进去，瞬间就像沸腾了似的，冒出大量白烟，这条鱼也是瞬间被冷冻，看起来已经死翘翘了，十分的僵硬，一动不动的。但这条鱼没多久又恢复了意识，嘴巴动了起来，像是睡着了似的，最终又活了过来，真的是神奇了。但只能短时间冷冻，这样丢进水中解冻是可以存活的，大家可别模仿，记得关注转发哦，么么哒。